好，那紧接着呢，陈代就要来进行今天的带动唱啊。那陈代为今天的带动唱呢，取了一个名字叫做“修行的四个境界”哦。那当志工呢，也好像在修行一样哈。那我们要修到呢，男的帅。修行还是休息？哦，修行啊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好，那陈代呢，可能讲的话有点快了哈。修行哦，那呢，要修到男的帅，女的美，要有赤子之心。最后呢，修得成圣成贤啊、哦！那这四个境界呢，陈大有把它定义有四个动作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陈大会先示范哦，这四个动作要怎么做了啊、哦？好，那陈大哈、哦，这个我们有示范的这些志工呢，也请出力一下了啊、哦！好，等一下大家就好先欣赏一下哈、哦、陈大的舞步这样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因为今天可能大家座位了哈、哦，有点比较挤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动作就小一点。但是我们在台上呢，动作会大一点呐、啊，没有关系哈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，好，女的美嘛，就是我觉得要不要请大家先站起来？啊、先不用，没关系，先看陈代做就好哈。好啊，好来哈。好，女的美啊，就是好像仙女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像仙女嘛，那仙女都是手捏什么莲花指有没有？啊，莲花指的哈。那我们是做两个八拍这样子的哈。好，莲花指呢，我陈代会先往左边走了哈。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好，妞妞舞哈，那我们要用力的把它摇出来，热情如火哈。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好，一定记住哦，一定要热情如火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好，要诠释第二个哈，就是壮丁。好，那壮丁呢？哦，因为你当志工嘛，那你一定可能要搬一些重物啦。那我们希望呢，你能够雄壮威武哦，力大无穷。那力大无穷呢？那陈代就挑一个。金刚，好，金刚有没有？这样子啊，好，金刚哈，那金刚有一个动作有没有？就是嘴巴要鼓鼓的这样哈。那现在陈代因为要讲话没办法哈，但是大家好，脸部表情要把它做出来，要这样子哦。好，好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。好，有没有很简单啊？有啊，好，很简单啊，待会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哦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小朋友呢，赤子之心呢、哦。那小朋友呢，大部分都是还没能 key 的，有没有？就两个牙齿啊、哦。那两个牙齿要怎么样？就是把你的门牙露出来，要这样子哦。哦，要有笑容露出来了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左右打鼓哈、哦，然后呢，上冲下洗这样哈、哦。好，来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。好，是不是哈？哦，感觉大家都蛮熟练的、哦、是不是在家里有都有在偷练？好，那第四个成圣成贤有没有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，因为这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要最后呢，大家哦梦寐以求要成圣成贤哦。那成圣成贤的姿势怎样？双手合十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圣的姿势哦。那当我们双手合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一个人，我、哦、不知道你想的跟我想的有没有一样哈、哦？那我就会想到导师啊哈、哦。好啊，所以呢，想到导师有没有？我们就是要两眼哦炯炯有神。爱爱内涵光，那全身呢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正能量哦。好，来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。哦，感觉这个动作大家做最好，哦、想必呢，哦，一定很快就成圣成贤了啊、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搭配一下，我们会有一个，现在时下一个蛮流行的五言绝句的哈、哦。那我们要搭配这个五言绝句，我们要来做一个练习哈。好，那我先大概稍微讲一下哈。好，那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，我来唱诵一下哈。我们唱了两次哦。白日依山尽呐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啊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再一次。白日依山尽呐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啊，更上一层楼。哇，太棒了哈！果然这一首五言绝句大家也都很熟了、哦、那代表我们频率是一致的哦。好，那现在请大家起立。好，那起立有没有？我们因为可能会比较急一点，我们就动作小一点啦、哦、好，那我刚开始啦，我们就是会有一个起手式。好，那起手式有没有？可能大家可以跟着做哈，那你不做也没关系哈。好，那我们做完之后，我们就依序会做仙女、金刚，好，那赤子之心、成圣成贤啦啊、哦。好，这样知道了啊、哦。知道，好，来哦，预备哦，开始。
白日依山尽啊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啊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开始啊，仙女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啊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金刚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啊，更上一层楼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陈车贤。白日依山尽啊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啊，更上一层楼。哇，大家自己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哇，感觉大家都非常的融入其中啊！哦，那我觉得 Chris 跳得特别好。好。OK 啦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要把这一首歌啊，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喜迎人生里面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有变化题啦，就是说，你等一下在跳的时候有没有？第二 part 呢，我会讲说，美女加金刚，啊，美女加金刚怎么做？哦，这样子哈，啊，左边，然后再，金刚，哦，金刚的表演动作要做出来啊，嘴巴要鼓啊，哈。不要把自己打到内伤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下一个呢？我可能会讲说，赤子之心加陈胜陈贤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修得很好，我们会最后会修到四合一，哦，全部都会这样，全部都很厉害。好，那怎么做呢？哈，仙女，仙女，金刚，小朋友，小朋友。陈胜陈贤，好，果然呢，大家都很有，大家都很厉害，大家都很有慧根呐，啊，大家都一流的，好，那 OK 哦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下音乐了哈，那哎，我们就开始要来练习呢这个带动唱哦。好，那大家呢把你的双手借给我，比一个爱心，然后把这个爱心呢送给你的左右两侧的帅哥或美女，然后温柔的跟他说。Are you ready? Yeah! Yeah! 我们再大声的跟他说 Are you ready? Yeah! Are you ready? Yes! Yes! 好，你再跟他温柔说我们要一起嗨哦。好，果然大家都很嗨啦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了，喜迎人生了，